老黄忠刀劈夏侯渊，有人说靠的是实力，也有人说主要靠运气，哪种说法最可信呢？与黄忠只许败不许胜，我自有妙计擒他。黄忠快快快！面对夏侯尚的叫骂，不堪其辱的老黄忠要亲自去撕烂他的嘴。这时小将陈氏自告奋勇替黄忠去教训对方，结果中了诱敌之计，被夏侯渊直接生擒。感念陈氏替自己挡过一劫，黄忠也生擒了夏侯尚，跟夏侯渊约定互换俘虏。可就在双方俘虏眼瞅着要平安返回各自阵营时，狡猾的黄忠拉弓搭箭，一箭射中夏侯尚后心。